一直有朋友在问，哪些攻击能够干掉没有实体的幽灵辣椒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今天小撒就来解答。战斗机僵尸可以干掉幽灵辣椒。那大家来看看小丑反弹的子弹，直接就穿过幽灵辣椒了，物理攻击上还挺奇怪。鹰爪能直接干掉幽灵辣椒，天空僵王的龙卷风也能干掉幽灵辣椒，僵王导弹能干掉幽灵辣椒，僵王也是能一下撞死幽灵辣椒，变龙在天也是不例外，直接撞飞了幽灵辣椒。刀锋也是能直接干掉，鲨鱼僵王召唤的小鲨鱼也是能够直接咬死幽灵辣椒。推动街机的僵尸也能用街机干掉幽灵辣椒，其实其他推动物品的僵尸都可以。音波能够干掉幽灵辣椒，背刺手僵尸的可以，摇滚巨人的可以，僵王的音响也可以，黑暗僵王也能干掉幽灵辣椒，无论是诞生恶龙小鬼的火焰团还是喷出的火焰，机甲橄榄也能直接把幽灵辣椒推出地图，激光能直接干掉幽灵辣椒，无论是恐龙僵王的还是机甲巨人的，火焰地砖和滚石地砖也都是能干掉幽灵辣椒的火焰。关于干掉幽灵辣椒的方法就盘点到这里，有哪些遗漏的也欢迎各位同学补充，万物皆可盘点，我是小撒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。